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面食做法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盆中加入一碗普通面粉，在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，增加面的筋性，搅拌均匀，把面粉一分为二。赶紧动手尝试一下吧！我是小杨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